说来啊，真丢人。年纪大了，不中用了，被两个小青年给打了。哼，他们下次再来的话，我就拿家伙对付他们。据我所知，是房地产商和盘石安保在搞鬼。郭海兄，你的消息真灵通啊！跟房地产商一块来的盘石的吴飞，临走的时候还威胁过我，说要派人来砸场子。吴飞这个人呢，我多少有点耳闻，能力挺强的，但是心胸狭窄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多亏了小迪啊，否则这个 AK 搏击俱乐部啊，真就保不住了。可是光靠小迪是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，我认为 AK 搏击俱乐部还得有其他办法。什么其他的办法？可以利用小迪在网络上的热度，然后 AK 搏击俱乐部来举办一次自由搏击大赛，所有参赛选手分文不取，你们俱乐部呢可以收取门票赞助什么的，这样俱乐部也会有所收入，在名气上面呢也可以提升，你敢行吗？这个办法倒不错，只怕我那个俱乐部几个人手不够啊。这个你尽管放心，我们烈火神盾会全力以赴地帮你，分文不取。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大的忙？是因为你帮过我。来，为我们点击量破200万，干杯！什么女战神呐、啊，都是往上加风的。嗯，女战神不恰当的谦虚就是骄傲啊。咱俩什么时候再比一场？你从来都没赢过我，你还要比啊？我也没有输过你吧。行了，你们俩作为跟女战神 PK 无数次不分上下的你已经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我爸爸为了躲过 AK 的经济危机，他准备举办一场男女混合自由搏击大赛。自由搏击这个主意好啊，女战神如此火爆，一定有很多人关注啊。哎，小迪，那这搏击大赛什么时候举行啊？大概10天之后吧。我参赛。哎，听着很好玩的样子，肯定少不了我。够仗义。对不起啦，这个事情我可帮不了忙，但是你们所有的网上宣传都交给我了，保证你们上热门话题。有你这个叱咤风云的粉红豹帮忙，事情肯定成功大办。我们几个搏击啊是不成器了，不过我们也想帮忙，够姐们，够仗义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，所以只能我自己先干为敬了，你们都别喝啊，我自己一个人喝。好，我希望我们青春不朽，友谊长存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能跟自己珍惜的人在一起，希望我们永远都在一起。干杯！关注一下，谢谢啊！看一下，关注一下。你好，来关注一下南京市首届自由搏击大赛。你好，关注一下南京市首届自由搏击大赛。你好，关注一下吧。关注南京市首届自由搏击大赛。关注一下吧。哎，帅哥，关注一下南京市首届自由搏击大赛。关注一下，美女，你要参加这次的比赛吗？我可不行，那个第一个穿绿衣服那个，他行，你找他去。自由搏击大赛。关注一下吧，美女。听说你要参加这次的搏击比赛，怎么了？合个影呗。太棒了，我得发个朋友圈。哎，等等啊，你把这个也拍一下吧。No problem。配个图吗？谢谢你啊。来，关注一下自由搏击大赛。您这习惯还没改？怎么了？长期喝咖啡会导致钙质流失，年纪大了应该注意点了。
说你不当模特了？嗯，退出江湖了呗。哼，是干不下去了吧？怎么可能，就凭你女儿我这身段，哎呀，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，就不干了呗。在外面疯够了，回家吧。回家干什么呀？我给你找个补习班，你把你以前的知识都捡起来，咱们学个专业好不好？您饶了我行不行？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不想念书。孩子，你挺聪明的，但凡用点心啊。哎，我哪儿没上心了？我就是喜欢不起来，您别逼我了行不行？就因为您是博士，您是研究生导师，您是不是就嫌我学历低给您丢人了？没有，不可能，学历低不丢人呢。可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天不务正业，搞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，那才是丢人呢。爸，您别说了，我不想一见面就跟您吵架，别管我了。不行，别人我不管，你我能不管吗？怎么不能啊？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，我的路我自己会走，您就省省心吧，专心的搞您的国际安全什么材料什么的，别管我了。哼，你说到我的事儿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的这个研究项目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，这次我来南清市参加研讨会，就是为了汇报我的成果。嗯，过几天呢，我还要到国家的相关机构去申请项目。宽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没兴趣听这些。嗯，行了，我也不跟你说这个了。嗯，又在干什么呢？我编辑了一个小小的程序，只需要轻轻动一下手指，把消息张贴上去，就会在各大论坛、贴吧还有微博上广发帖。那你现在发了吗？我看一下。那么着急干嘛？还没好呢，马上啊。OK 了。好啊。嗯，这个是截图吗？对，消息发布成功以后，这个小的程序会自动将论坛、贴吧、微博的页面截图下来。哇塞，粉红包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我感觉自己像个文盲一样。一点点。没什么，我不嫌弃你。你再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点击量。这才几分钟啊，这已经破千了。嗯，因为我的粉丝多，有很多粉丝自己也是网络大 V， 这样呢我发的消息他们就可以转发，这一下扩散的速度就会特别快，分分钟。你看看点击量，2000、2500、2600、2800。哇，这才几分钟啊，粉丝就蹭蹭往上窜呐，转发量也要蹭蹭往上窜啊。哇，你快看，哇哇，赞助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饮料公司给我们赞助了。哎，哦，运动装备啊，那好啊，我们可以当面谈谈。好嘞好嘞，再见。熊阔海呀，熊阔海，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呢？
是我。啊，实在对不起，你们有点晚了，已经有一家大游戏公司给我们设置了巨额冠军奖项。这就受不了了。起来！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？因为你和我有相同的经历。当年我和熊阔海在以色列受训的时候，我拿他当最好的兄弟，掏心掏肺地帮他。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在最关键的一场比赛里，他竟然背着我干了一些勾当，联合当时那些狗屁教官，把本应该属于我的一切，那些荣誉、奖金还有机会，他通通都拿走了。熊阔海是这种人，和现在的你一样。一怒之下就离开了训练营。
还债，为了活命。什么脏活苦活我没干过，什么苦我没吃过，知道支撑我活下来的信念是什么吗？是恨，是熊阔海造成的这一切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被伤害的滋味。君，我们在进烈火神队训练营之前都签署过保密协议，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违背你的承诺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。可是我都已经看过你当教练视频了，你还说没有？我一直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人，现在我才发现最信任的这个人恰恰不相信我。你可能在台上面对的是对方的男性高手。放心吧，我最擅长击败男人了。我必须要提醒你，一定要重视起来。磐石安保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对付我们。据情报，巨亮也会来。巨亮？你认为你赢他的把握有多大？不知道。磐石安保的吴飞呢，一定会对巨亮精心的调教，所以说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我打算让阿勇来特训你一段时间。阿勇？烈火神盾唯一一个天位级的保镖啊。是啊，你不是一直对阿勇的实力很好奇吗？这次你可以好好的领教一下了。阿勇他真的愿意特训我吗？他已经答应了，下午他会在 AK 搏击俱乐部等你。太棒了。
不是一个私生子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是你亲生父亲。那我到底是谁？我求求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？这就是你的亲生父母。你的父亲叫房从天，你的母亲叫梁珊珊。你的父亲跟我是战友，可以说是生死的兄弟。当时我是队长，他是副队长。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，因为叛徒的出卖，让我们身陷重围。我跟你父亲为了掩护其他战友撤退，不得不深入敌后。我们打了几天，子弹都打光了。你父亲为了掩护我，身受重伤。我背着你父亲在山里边走了一天一夜，终于冲出了重围，回到了部队。等赶到部队医院的时候，他当时就不行了。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拽着我的手对我说，让我一定要照顾你母子。那我妈是怎么死的？我埋葬了你父亲之后，我就去实现我的诺言，去找你们母子。当我见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已经躺在医院里，是因为出了一场车祸，当时情况特别危急。经过抢救，你活下来了，而你的妈妈却没有能抢救过来。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了？
你回来了，我到处找你，原来你在这儿。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呀？没什么。这么长时间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现在脑子里特别乱，等我理清楚了再告诉你，好吗？可是我担心你啊。对了，白莎，自由搏击大赛你不参加吗？什么自由搏击大赛？磐石股东开发商要买下关叔的 AK 搏击俱乐部，关叔他不同意，所以他们每天都派人来踢馆。我们打算举办一个自由搏击大赛，替关叔守护好他的心血。要是你去了，肯定能赢。对了，他们说对方派来的高手很有可能是巨量。这次总教官怕火狼女打不过，专门请阿勇回来训练他。白莎，要是你去了，咱们赢定了。有火狼女在，一切又有什么不行的呢？说什么呢？你可是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员啊。大家庭？哪里是我的家？我哪还有家？白少，怎么了？你回来说话我都听不懂了。冯博，我想自己待一会儿，别再跟着我了。白少。小蝶，我正找你呢。怎么了？白莎回来了，你听说了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她回来整个人状态都不对，问她什么都不说，她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我去找她聊聊吧。别喝了，你这么做有意义吗？能解决问题吗？二十几年了，熊阔海居然不是我的爸爸。都说一醉解千愁，原来都是骗人的。我现在越喝脑子越清楚，他熊阔海现在是你爸爸了，你爸爸说的话都刻在这里疼。梁大卫，你能不能别这样了？我没有爸爸，没有妈妈，我就是一个孤儿。你怎么想的？你告诉我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？我现在特别恨熊阔海，他明明知道真相，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是现在这个样子？你想知道什么样的真相？真相就是，你是熊阔海唯一的儿子。你没有资格恨他，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你。他亏欠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他把所有属于我的那份爱也给了你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想抢你的爸爸。你没有抢走他，你忘了，我也有爸爸，他叫关晓。
从小，我有我爸爸陪着，你有熊克海陪着。虽然你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但是他却视你如己出。所以梁大卫，你不是孤儿。像我们这样的孩子，从小被养父养育着，陪伴着我们长大，他们就跟我们的亲生父亲是一样的。我懂了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别喝了，早点回去吧，我也得去准备搏击大赛了。虎狼女，我们现在没有血缘关系了，不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们是可以相爱的，我们从头开始好吗？对不起，我现在只想好好准备搏击大赛的事情，帮助 AK 渡过难关。事情，现在还有什么事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吗？对不起，再来。目标人物会出现在明天的研讨会上。你要我复制的科研数据很重要吗？你懂得高等化学吗？略知一二。这就对了，你不需要知道什么，况且我也不知道，只有在研究它的专家才知道。那我也得弄清楚我对这个东西下手后果是什么。放心，真正绝密的东西你接触不到，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普通产品，谁先发明了它就是谁的。只要你手脚干净利索，不留痕迹，那就没有任何后果。老规矩，这是定金。请问您来我们烈火神盾寻求安全保卫措施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来南青市开一个学术研讨会。哦，学术研讨会的危险性在哪儿？我好帮您做防范和部署。怎么跟你说呢？你可以理解为我研制的这个东西很值钱。哦，在对外宣传之前我担心有人窃取。哦，其他的我就不便透露了。那好，那我帮您安排。等一等，我有一个要求。您说。你们这儿有一个叫玛丽的
女保镖吗？有啊。那我指定要她做我的保镖，可以吗？我能冒昧的问一下，是什么原因吗？不能。玛丽她现在在执行什么别的任务吗？那并没有。啊，那就行了。那这样，你叫她今天晚上来找我，地址信息什么的，我刚才都写在表格上了，越快越好。您等会儿。嗯。今天晚上。嗯。如果你不说清原因的话，恐怕我无法帮你安排。为什么？我得为我的队员负责任。嗯，好，好极了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放心吧，大豪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原因。我点名找玛丽，因为我是他的父亲。嗨，叔叔啊！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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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这怎么叫充分呢？那是相当充分。让我立刻帮你安排，好吗？好好好，谢谢。抱歉啊。嗯。说是要来参加什么科学研讨大会，我看就是来找茬的。魔芋，嗯，听说你要出去执行任务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算我一个呗。真的？你愿意陪我去？不是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不会有危险吧？没有危险，就是去保护我爸。你爸？嗯，我爸要来南京参加一次科学研讨大会，说要我保护他的科研成果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来找我茬的。那我去合适吗？合适，合适，合适。你不知道啊，我和我爸就像两个火药桶，一见面一点就着。你来了，正好替我们解雷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去不太合适吧。哎，你最近不是在和火狼女准备什么 AK 搏击大赛吗？怎么有时间陪我呀？啊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像我这样的实力也不需要参加比赛，所以就闲下来了。就这么简单吗？就这么简单。难道不是和梁大威有关系？你干嘛呀？你还让不让我陪你保护你爸和你爸的研究成果了？想想。那别废话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好好一下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爸，你为了教训我，居然想出了这么一招。嗯，你说的谁都能请保镖吗？我就想试试，看看我能不能请啊。一两个月的工资都搭进去了吧？嗯，这点钱你爸还是花得起的。何况啊，这回研究成果出来了，还会有重奖呢。这钱我会还给你。No， 用不着，用不着。玛丽啊，我现在是你的雇主，我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必须做什么。哎，那可不一定啊。如果你让我做我不乐意做的事，我宁可辞职。哎，叔叔，叔叔您好，我常常听魔鱼不常常听玛丽提起到您，今天终于见到你本人了，真好。有吗？他常说起我。有。他能说我什么呀？他也没说什么，他就是说您工作非常忙碌，然后也不太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常常喝咖啡。哦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崔天琪。崔天琪同学啊，你看你啊，苗条靓丽，而且还挺聪明。我想问问
咱为什么干保镖啊？啊？Thank you.